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第713期。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变形金刚第五集 Voyage Class 的 Optimus Prime 柯博文，包装盒和以前的 V 级都是样式盒装。这一次 Transformers 这个英文呢，终于出现了这种类似于电影里头拼凑出来那个 Transformer 的字样。然后侧方一样有一个横条的一个特效件，那这个什么意思我就不是很清楚了哦。再来的话，一样是延伸侧方有一个营造出特殊立体感的一个横跨过来的一个合会，这合会也是很精美、很漂亮。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一条绳子啊，绳子延伸过来是到后面，一直到这边，它有点类似是一个把那个带子竖起来。还有上次也忘了跟各位提过这个。其实这个像中世纪欧洲，就亚瑟王时期的这种军旗的一个样子，这是 Voyage Class 的钢索，注定山鸡的 V 级钢索的一个广告。那人形车型30个步骤，这个实际上变形你就会发现，这个玩具变形比你想象中还要来得难。再来就是这个侧面的这个合会，可以说是非常的壮观。我手边有还有另外两个 D 级，你把它摆在一起的话呢，到时候你如果将全系列收起，这个摆在那个盒子架上，你这样侧方一字排开的话呢，会非常的壮观。而和我们之前分享 The Last Class 的那个狂战士一样，它的这个内包盒呢，也是可以作为一个背景的。但是 V 级的这个纸啊，这个你也知道，从合体战争的第三台第四波之后，就变得非常的软呐。看到玩具的本体的部分啊，这是美版的一个涂装。其实它的涂装来说，个人觉得啊，除了脸啊，这个已经是一开始被大家嫌到爆、丑到爆。可能这一集拍完之后呢，我会尽快的给它补一些银漆。这个脸的一个涂装是让人觉得糟蹋了它很多不错的一个细节啊。这个网上已经有很多人分享过他们涂装过的一个脸部的一个样子。那其实除了脸之外哦，它这个涂装还有一个地方。不上就觉得很奇怪，就这个侧裙甲的部分。其实 OP 在第五集确定还是沿用第四集造型之后的话呢，这个造型可能还会再用一集吧，至少用到第六集吧。这个侧裙甲一样应该也是要蓝色，你看这个不涂蓝色的话，这整个腿部就变成只有这样一个灰色的部件，就感觉就非常的可惜。其他的涂装其实我觉得还算是相当可以啦，就是像这个。其他这个蓝呢、啊，都有一些珍珠粉的那种光泽的感觉，然后本身的蓝色的一个塑胶件，感觉也不错。然后这一代的这个涂装啊，其实这个蓝哦、啊，我的感觉啊，其实跟 AD31 哦，日版的 AD31 那种蓝，其实已经是颇为接近了啊。这个其实颜色来讲的话呢，就是脸裙甲，当然这个盾牌啊，这个盾牌也是上了很厚很厚的这个蓝色的一个漆啊。稍微的感觉是粗糙了一点，虽然涂的不错，其实没有什么溢漆的一个情况，但是就是配这个蓝，就感觉是有点诡异。另外就是说这个盾牌的部分啊，你会不会觉得它比例很小啊？我至少我是觉得它这个盾牌的比例，这个能够抵挡多少的攻击，还真是一个问号啊，这样子。那因为非常的扁，这个盾牌也是做到非常的这个单薄，那变成说是原本这个。之前的一个第四集的话，它是这里会有两个像炮一样的装置，这个时候完全就扁掉了，就是一面盾而已，背面就这样，完全没有任何的涂装。那盾牌可以安插在这边，另外一把武器呢，则是一把剑，这不管是审判之剑还是什么剑来着，这个剑的比例也是一样啊，应该就会，大家可能还是会跟我一样想法，觉得偏短了一点，而且涂装来说，是一个，也是上了一个稍微感觉有点厚。的一个漆啊，然后各位有没有哪一位狮王大德啊？这个记得 AD31 吧，然后特殊的一个，在好像黑暗中嘛，还是什么用紫色的一个光源去照啊，它会有什么特殊效果啊？我是没有那种装置啊，有没有哪一位勇者要试一下这个东西是不是有隐藏的一个光剑的效果呢？那以及这次这个玩具有个地方让我好惊讶的东西，就是我看它那个合会呢，OP 的剑是插在后面。它这个玩具还真的后面多了一个插孔啊，就真的是有一个可以让你斜插武器的一个收纳键的一个地方。这个我觉得就有点小意外，没想到它有这样一个设计。而且因为之前的话，我看这个后面啊，它是跟之前的那个 L 级那个后面的那个整个大棺材板在后面，它有一个
C 型扣给哪里插件，但是因为它后面变成这样之后啊，我还想奇怪这个键就是可以插后面吗？哎，一看居然有个插口，就毫不犹豫的给它给读下去了。那它身上的话，这次的玩具我感觉偏软，就是直材来讲稍微有点偏软，一体性是可以，但它身上就是你觉得它零件数其实不少，但是就是感觉小小片的，然后有点脆弱，而且球形关节用的很多，而且它身上有很多的零件呢，其实还蛮容易掉的。像这一代啊，其实你用力一扯啊，这个肩甲可以动，其实它是会掉的。以及它身上有一些，待会变形的时候有遇到一些球关的时候呢，再跟各位来做一个说明啊。然后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地方，这个键插在后面就你看过九品芝麻官对吧？吞下去我就不建议，尚方宝剑吞到肚子里头，然后我就不跟你计较，就是这个梗吧，那个剑从后面嘟出来啊，感觉有点危险啊，一个不小心就，对不对？Go Power Ranger 对不对？然后呢，比例来讲的话呢，给各位跟第四集这个两个身高几乎是差不多要一样高，但是因为这一次它后面多了一个背包的关系，所以呢，就是从后面看，感觉它个头好像比较大，侧边一样，这个背包啊已经整理成这样啊，也只能认了、啊。就后面一个虽然说减少很多、啊，但实际上你去看，它还是一个大龟壳，但是我只能说已经进步很多。他把之前L 级的那个以这个造型作为设计的 OP， 原本后面背了一大堆东西，已经把它拆散一部分，跑到这个腿的后方去。那这样子头掉的话，当然是不上颜色的话，其实会差很多。那讲到以这个算是第四集扫描过重新再生之后的 OP 的造型来讲的话，就一定要请出这个。可能没什么人买啊 ，LA01 就当时日本一个标榜简单变形的玩具，这个的涂装可以说是超顶级，头雕也是算超好看的，两个的身高呢是几乎也是完全一样。当时看到这个第五集这个 OP 的时候，我最希望就是把这两个能够摆在一起做个对比啊。这个胸型的话，当时在 AD31 没有出来以前，能够做出这种圆形的一个胸型的，就只有这个 LA01， 而且它这个头雕其实超级的好看。超级的好看，当然它有一个很致命的缺点，就是它的后面，它后面这个背包巨大，巨大的程度是所有 OP 里头之冠了、啊。我们这样侧边两个人一看，其实就身形的比例来讲的话呢，两个的话呢都有它的优点。这个瘦一点，欧巴的体型，这个是属于一个健美先生猛男的一个体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变我 Voyage Class OP 的一个可动度哦，基本上可动度算是以V级玩具来讲是很及格的。头是一个球冠啊，左右动，360度旋转都是可以的，但是造型会被有一点限制。手的话呢，肩部可以360度旋转，二头肌也是可以转动的，以及它本身是有一个平举，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可以转开的一个造型。那这个肩甲的部分变形的需要呢，它有一个前后左右动。然后手肘最大转到大概90度，手腕的话就不能动了，比较可惜。但是呢，这个因为这里有两处关节可以转动的关系，其实摆起 pose 来的话还算勉勉强强，还算过得去。腰可以动，以腰可以动，其实不要太感动，因为 V 级的玩具 ，V 级的 OP 腰可以转就比较常见 ，L 级的腰可以转就比较难得一点。然后呢，这里。往前往后踢没问题，那齿轮关节是没有的，身上没有齿轮关节，反正球形关节非常的多，外摆内收变形的时候也是会用到的，膝盖转不到90度，只能转一点点一点点。那这里脚部这里看起来零件好像很多啊，其实是没有接地的，你如果要把这个地方一接地一转动的话呢，这后面整个地方呢都是会散架的，所以就请当作它没有脚底的一个接地的一个关节吧。整体来说的话，人形的把玩乐趣度来说呢，勉勉强强还算及格了，还算及格了。毛病还是出在说这个球形关节感觉比较多，这髋部关节啊，好像经过几次的把玩之后，就感觉是开始有一点点松脱的一个感觉。那我们就来示范一下。这个 Optimus Prime 的一个变形过程比我想象中要难得很多啊。还记得一开始呢，在网络上公布的时候呢，很多人说哎，这个不是第四集的一个 Gabazon 的一个变形吗？然后后来慢慢的发现说哎，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这个胸口这个地方把它给打开，这边两侧打开，然后呢把它打开之后是这样子，放平放下来，把头给缩进去，然后呢手的话呢从这个地方把它脱臼转进来，转到那一侧之后，然后呢这个肩胛这个部分呢，这里看到没有，这里是有个凸，然后那一侧是有个洞的，转上来这里凸跟凹做一个结合，做一个结合，把它给扣进去，这边就可能看得不是很清楚，这个地方凸跟凹做一个结合，把它扣进去，然后呢这个手腕这个部分把它转开，然后把这个手臂的这个臂甲部分呢把它解开，往前面放下来，然后这里也是一样的，从这里把它给推进去旋转，然后把这个肩部的这个肩胛一样转出来，转进去，这边暂时的把它给扣起来，扣的时候是稍微要凭一点感觉了，然后把这个臂甲往前面伸，这臂甲还蛮容易掉的，我手上这一款你看一个不小心就把它扯掉了，对，这个地方可能各位把玩的时候还是注意一下啊，然后把它扣回去就行了，这里有两个凸跟凹，这边那两只手的话呢，它是有个结合位点，但是现在不要结合，因为结合了也没用，因为它一定会弹开，一定会弹开。接下来我们把这个背包这个部分解开来，先解开就好了，接下来我们把腰转180度，然后呢腿部的变形呢就比较有意思了，先把这个裙甲挑起来，你会发现原来 OP 是个女的，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腿部的话呢，腿部的话呢给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把它转到那一侧，转到那一侧之后我们先示范这一边，你会看到这一带会是不是变成一个类似于 L 型的一个缺口，然后你把它转上来之后呢，这个 L 型的缺口呢其实是要跟我们这一块部件白色部件这边，这个 L 型跟这个白色部件是不是互相密合的，所以这个地方请务必要记住。再来的话呢，我们把这条腿先变完啊，把脚这个地方这里把它解开，然后这里也解开，两处都解开之后呢，我们把这个腿这个部分呢整个这里拆开之后把它移到前方去啊，先移到前方，那个我们待会再整理前方的一个部件，然后这里一样转到那一侧来，挑过来之后呢，把这里有一个卡扣解开之后，这里还有一个卡扣解开，然后利用这一处这个关节把它转到前方去，这个时候呢这块部件从下方这里旋转90度上来，它这是一个球形关节，这里也是一个比较容易掉的一个部件，从这边反转上来，哎，后方的这个作为一个连接货柜的这个位置呢就把它给变形出来了啊，那到底会不会推出货柜呢，这个就看第三方要不要做了，官方我猜是不会吧啊。这边两腿的话呢稍微的把中间就合并，两腿是没有合并，是靠的是这个灰色部件做一个合并，接下来的话呢腿部的一个变形已经算完成了一半，接下来朝前方来做一个变形，接下来我们要先做一个动作，把这一块部件把它翻转180度转到内侧之后呢，把它从这个地方结合，这里转90度之后，这里还有一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这里它的变形远比我一开始所想的要复杂很多，这样子，然后呢把这个部件呢从这里这块部件从下往上这样，然后这里有一个滑槽，如果你从转反方向的话是扣不进去的，你只能从外侧扣过来，然后这里呢是有一个这样一个关节把它推过去，拼凑成这样子车子这个侧边的一个形状，先变到这边，我们呢把它呢往上面推，这里有一个缺口，这里有个凸，这个地方的结合呢非常重要，一定要扣进去，然后人物的一个腰身记得也要把它给转正，然后把这个脚掌的话呢是放到身体的这个前胸的下方去，然后呢第一个步骤呢是先扣紧，这边一定要扣紧，捏紧，一定要捏紧，然后呢我们再进行手部的一个结合，这边手部跟这个部件这里有一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奇怪啊，我是不是声音沙哑了呢？好，先把这个手跟脚，听好，手跟脚做好结合，这样就可以了，两个最后再做一个密合，接下来我们就这边可以变宽一点了啊、哦。首先把这个地方转到那一侧去，然后呢这边转90度过来，这边凸跟凹做一个结合，这里要转正，好，扣进去，然后呢放到这个胸口的一个下方去，以及把这个地方很重要的一个缺口处
这一定要对准，把它捏进去，两侧用力的把它给捏紧，靠得越近越好，靠得越近越好，好，越近越好。然后呢，这个地方这块部件这里把它旋转过来，到这边往内侧这里可以转进去，然后这块部件呢一定要从下往上翻，这样翻，因为它这个开口在这边，你如果从这边翻过去的话呢，这个地方会 A 到，所以从这边开过来，开过来之后呢，把这个手跟这个地方做一个合并，好了，都合并好之后呢，再把两个手臂做一个合并，这样子的合并呢才会比较轻松一点，不然你这两手如果提早合并的话，它会一直弹开，一直爆开的。然后接下来就是把怎么样呢，把这个侧边移动过来到前方来，这里有一个 toggle 的一个结合，这边有个洞，这边有个凸，把它给抠进去，这里也是一样的，这里过来把它给抠进去，整个的把它给压扁压平压扁压平，后面这个裙甲这个部分是盖下来的，最后就是把我们的这个顶盖的部分呢给盖下去，一二一共有四个，两侧都有嘛，一共是四个，结合的一个位点从上往下尽量的把它压密合一点，它身上那个结合卡扣的量呢比我想象中呢还要再来的多得多。那么呢，我们这个 Transformers 第五集 The Last Night Module Class Optimus Prime 的一个变形过程就大功告成了。我们来看到这台西部之星的卡车 Optimus Prime， 这个在美国的话到底恐怕也是不常见到的卡车吧，哦，滚动性来讲的话还算过得去，但是呢它这个变形的一个技巧的一个需求度我觉得是比较高啊。你这两侧的话呢，因为关节的话呢都是比较偏软，而且它有一些卡扣来讲的话我觉得都是比较短小的，你有时候你用力去一推一挤的时候，它可能会去有一个跑掉，那一旦跑掉之后的话呢，这六个轮子的一个滚动呢就会出一点点小小的问题，这个还是需要一点专注力。虽然是一个 V 级的玩具，但是我确实觉得这一款 OP 的一个难度来讲可能比第四期的 Leader 级的难度都还要高一点，特别是这个腿部的变形啊，这个拆成前后这个概念基本上跟第二级的 Leader 级的玩具是一样，这个腿是拆开往前后做一个分，做一个区分的，这一点倒是相当之不错，变形的难度有所提高。不过就是个人看个人偏好了，其实我不会觉得这个变形比第四级的那个平头隐蔽科来得好玩，我觉得未必未必啊，当然这是个人偏好了，这里西部之星的一个标志。那涂装的部分的话呢，是蓝色部分没什么问题，但是严格来讲就是说这一代灰色的一个塑胶件铺路的比较多，而且因为你看这里为了那个插那把武器啊，这里造型就是有点奇怪了，多了一个斜插的一个武器的一个插槽在这边。大小比例的话呢，我们请第四级也是 V 级嘛， V 级总是要对 V 级的一个尺寸来做一个对比啊，长度当然是会比较长，如果你只看车头的这个部分啊，就做这个比例，就这个车头来看，那前面这个是长鼻式的多出来，大小比例倒是差不多，然后这个车头的一个宽度也是其实都是很接近啦，就是以它然后扫描了一台，对不对，我一直觉得对面那台车一下 Ultra Max 白色的，就扫描了这一个这样子的卡车之后就就变成这个样子了。然后这个武器的部分也是可以有一个安插的，这个盾就没有什么好怀疑啊，就朝后面插进去还行啦，没有说很夸张，这个部分姑且当成是一个移动特效件吧。然后这个武器就是在这里插到下方，基本上是不会去影响到这个轮子的一个滚动性的。那车子的外观就是还原度来讲还是做的相当之不错，那这一代这个蓝色应该看得出来啊，这个蓝这一代的蓝色其实有点就不亚于 AD31， 也就是车头这一代，那这个火焰就是一个就是就是比较阳春型的火焰，没有其他的一个特殊效果的火焰。那玩具当然一体性是很好的，官方的玩具就不用提了，如果你变形到位的话，但实际上变形的一个手感还是需要有一点，就是稍微要专注一点力量才能够把它变形完，特别是这个腿部这个轮胎这一块部件的一个翻转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去做一个熟练吧。好的，那这个就是我们变形金刚第五集 Voyage Class
Optimus Prime 的开箱影片，整体来说还是相当好玩啦、啊。以电影系的玩具，我是一定都有爱的，但是就是这个涂装的话，就是有几处可能要稍微补色一下，包括头部，包括裙甲，大概这两个地方补一补，可能也就会好上很多了。那么呢，就车型看你这代上不上颜色，就是这样子。那么这就是这一集电影第五集的，算是正式上市之后的第一集。那就进到这边，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